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政，中方始终秉持不干涉别国内政与原则，不干预美国大选。我想强调的是，发展好中美关系，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，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。不管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，我们都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，按照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的原则。 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、健康、可持续的方向发展，更好造福两国，惠及世界。同时，我们也将继续坚定维护自身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。